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 Dr. Cooper Cool Dream Team 的成員 Alvin。 來年呢，我們 Dr. Cooper Cool Dream Team 呢其實就幫同學呢準備了一個非常之全面的 DSE 的應試課程啦。就無論你是上游、中游還是下游的同學，其實我們都已經準備了各個程度的課程 package 給各位同學選報的。來年呢，我 Alvin 呢會是主力負責這個保底的課程 package 啦。咁個保底課程 package 其實入面就包括兩個 course， 分別就是 Dr. Cooper Cool 的神 MCQ 課程啦，同埋我自己 Alvin 的神保底課程。這個神保底課程咧，其實內容是有啲乜嘢咧？咁其實我哋就會利用32堂時間咧，幫同學全面咁樣咧準備卷一，即係依個 paper one 啦 ，session A one A two， 夾一夾二部咧。有機會考到的20幾個初中、高中的課題的。我們的目標呢是希望幫同學、可以在相應的部分攞到接近滿分甚至是滿分的成績的。所以如果同學呢是以攞 Level 4或以上成績為目標，又或者你本身數底是弱的同學呢，其實這個 course 都是非常啱同學選報的。另外課程配套方面也是非常充足的。我們每期其實除了會有一個 open book 的 quiz 幫同學追蹤個學習的進度之外，其實也會每期都會派一本精選的試題集和一份 mock exam 給同學拎回家都可以繼續練習的。我相信呢、配套加上 各種的教學筆記那些都可以幫同學在、應付考試方面成績是有突破性的提升。至於中四五課程方面呢，其實今年也是非常特別啦。我們會分兩個 plan 上的，分別就是一個叫朗文 plan 和一個叫牛津 plan。 顧名思義呢，朗文 plan 和牛津 plan 呢其實就是照顧很多學校都會採用的兩套教科書，分別就是朗文出版社的 Mathematics in Action 和牛津出版社的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同學呢其實可以跟回自己學校用的教科書去選報相應的課程，你會發現呢，其實我們補習班上的進度咧，會同學校上的進度是一模一樣的。再加上我哋每期一樣都會有一個 open book 的 quiz 啦，同埋一個精選的試題集咧，派翻俾大家。相信咧，同學咧係可以喺無論係公開試啦，或者甚至而家校內試的成績咧，都係會有顯著的進步的。當然有部分同學咧，學校採用的教科書可能都未必是朗文或者牛津出版社，咁都唔緊要噶。咁同學可以個別同我查詢翻，咁我會咧幫大家選擇翻適合的課程報讀噶。咁希望9月可以見到大家。